我是 Vincent 陳宏星，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吉隆坡。其實我是很吵的，只不過我的人比較慢熱一點，給人第一印象的時候我不是很喜歡說話，但是我可以用音樂來表達我自己。勇敢表達自己是一個很艱難的事，所以我會試下在這個舞台給人看到。夢想是不會發光的，會發光的是追夢的你自己，我會努力一點。星夢傳奇二海外踢館賽星期六晚8:30翡翠台。